如果泽赛某一天低谷期了，你会喷他吗？泽赛作为曾经的世界第一上单，如今的操作确实是肉眼可见的下滑，尤其是夏季赛回归之后，更是连续的多次被杀，让不少的粉丝观众都对他失去了信心，甚至已经开始骂他了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的 Let Me 曾经在直播中这样去评价过泽赛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当一个选手就是被捧得很高的时候，他一旦就出现了低谷期，他也会被喷得最惨。所以我希望你们真的，我说实话，德赛是真的很厉害一个选手，他现在成就也很高，然后被大家吹捧的也很高，但是他如果一旦操作什么方面出现一点故障，就是状态低迷了，也希望你们别去喷他，好吧，那样做的话就真的太恶心了。那我吹他，我肯定也吹他，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吹他，我都说他很厉害，但再厉害的人也会有低谷期啊，就希望他低谷期的时候你们别跑反去喷他就行了，就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啊。别人一差点你就开始喷，别人厉害你就跟着狂吹，一差点你就开始喷。现如今的泽赛确实实力已经大不如前，但是他也曾经为我们赛区带来过无上荣耀，如今我们这样对待这个低谷的英雄真的应该吗？